他呢。哪边能撞？哎，傻眼！等一下，谁谁谁，感谢中间的五十颗星星。你这上班都在偷玩游戏啊？拜托，一个人上班上课在偷玩游戏，又不是只有他，你也是吧？好了，我要出来了，我要陪你们打了。十字搞票。啊。
你每日打完？快了，剩一个了。怎样？太快了吧？为什么啊？啊！我会打、啊。我，好吧。干嘛？我想说，之后跟杰超两个人打，打了超久。就一只力战个体睡龙，两只冰鱼龙，两次活动，打一打就没了、啊。然后再一个永川动图，那是你不会打。我一直粘到那个东西。就滚啊，滚五圈啊，或吃打消果实啊。我跟你讲，那是因为有我在，所以不用滚。那时候吹一吹 buff， 一大堆负面状态都不会有。冰蕊花。好了，我可以陪你们打。可是你现在应该进不来，只是没有报仇。我没差。I don't care。你打，你们刚刚这一场还没打完啊？对。我的天哪！没事啊，那只板就很悲。那你就优先把手打爆。我有啊，我很努力的在打他的手。更换装备。可是他很过动。是班长。嗨。好了，今天每日打完了。狩猎，那是什么种？牙龙？不对，飞龙。算了，没有这任务。HTT， 其实我不知道它算什么。飞龙。不对啊，我进去你们是打四人血量，我还是不进去好了。TT， 你在哪里？好，摸摸你，是好可爱哦、喔。你要抓？对啊。抓比较好啊。我现在都用抓的，我没有在打。而且这样子我就不用打多打后面那些东西啦。对啊，算吧，上吧，一包。呀，20%。然后秀啊，嗨，那个。自由任务的那个点点你也都要解开哦。自由成员清单就自由任务有些是增加那个，比如说那个种虫的格子又可以更高啊，还是怎样的，懂吗？可是我到现在还是不能吃猫的生物，
我还是有最后一个打不开，我不知道。你到底是哪一个、啊？你说最后一个什么东西？猫的生物博士。然后不会有厨师长的那个点点点没有解啊？对啊，你是不是那个没有解到啊？不过我厨师长没有点点点。厨师长不是会叫你出去找东西吗？对啊，可是他没跟我说话哎、欸，他不想跟我说话。我看一下哦，卓妍的生命之水完成，捕获猛牛龙、浮棉龙，交货完角龙后会接到一个厨师长的任务。你有做到吗？我抓完那个啦。那两只了，但是角龙我没有这个任务啊。角龙你要先打完浮棉龙在那边。他有说他抓完两只了啊。是哎，浮棉龙还有个任务他要打吗？哪一个？捕获猛牛。浮棉。猛牛我抓过了。交货完角龙。角龙角。角龙角。你要那个角龙的角。角。对，他是说完成角龙的角。哎呀，你要打这个吗 ？TT 啊，你在打这个、哦？我在刷团票啊。哦，有缺吗？你要打就进来啊。我等九分钟后再进去。也是可以的。我先去吃晚餐好了。哦，是黑龙角吗？他说角龙的角啊。你去交货任务那边看一下吧。哦，我帮你看啊，气死了，我会看。交货委托，看。其他任务委托，玩低能。未达成。没有这个东西啊。请问第一个是什么？這個、请问第一个是什么？它是龙舌兰酒、欸，哎，交货啊！好，去问，去问厨师长。哦呦喂、欸，他有惊叹号嘞！干嘛那么低能啦？去弟弟，你看他啦！气死了，不会爬文的。我有爬，可是爬你的头啦，爬！你最会爬。推荐定时，推荐定时，推荐定时。哦，有了。嘿嘿嘿嘿。你那把削得出石头吗？我吗？对呀、啊，还是不需要削石头，削不出来啊，所以我不削石头啦，现在。好，也是啦，打就对了。对啊，只要干掉他就好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啊，你现在 HR 多少了、啊，秀？49了没？我吗？对啊，看一下哦 ，HR 48。看，怎么还没49啊？为什么差一点点，差一米米？你赶快去练。我现在去打那个任务可以吧？他应该。你打得过吗？这两只是什么？斩龙跟不知道什么鬼。吃火龙可以，斩龙不可以。斩龙我永远都打不过他。斩龙其实很简单啊，你只是对魔物的动作不熟悉。先打打看。
怎么那么痛？好武器。不屈发动了，可以换武器了。为什么没有人要打这个任务？那已经很久了，怎么还有人在打这个任务？你要这样想才对。哇！这个任务会久吗？很久了哎、欸。冰原都已经出来快三个月了，你说呢？这么久，还想靠别人呐、啊？你不是说自己打看看？我吃火龙可以，但是斩龙不可以啊。那你等我们两个吧。不。有仙人花哎、欸，好想抓、喔！去抓啊，我没插。可是会打不完啊。哎、欸，好聪明哦、喔，两个人打这只龙，两个人打这只，打到吐血。哇，你也太精了吧！你配合他是不是、啊？对啊，配合金火的，一路金到。应该换银的吧？啊？为什么？银火啊！银火是不是？那我等下去看有没有银色好换。来了。
欸，我突然想到了，嗨，创世小玩家30%欧服欸。对啊，我有看到，现在很想玩，去买啊，很少人陪我玩。那不是一个，那是一个人吧？那可以连线不是吗？那不能连线吗？我不知道欸，感觉就是一个人的啊。我想说一个人玩一玩的话，可以找朋友一起玩就好了。啊，不能连线了。我看很多人玩都感觉那种东西就只能一个人啊。有人在这里线。他有这么大只吗？我怎么都抽不到啊？干得不错，这里啊，干，我要撞嘞，太远了吧？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哎，你看，我就是说太远吧，我刚就是觉得太远，我才戳的，完了，我的眼睛怎么了？我的眼睛从昨天开始怪怪的了。太久没打了，是吗？是啦，两个小时没碰就会这样。可以四个人，还可以钓鱼，哎呦！对啊，因为我就记得可以多人啊。对了吗？什么当机？创世小当家。可以四个人一起当蟹师傅。哦，你说石定那个啊？嗯。啊。他现在不是很便宜吗？我刚刚开始订，没有很便宜啦，有特价啦，就是有特价，比原本的还要再好。